事不宜遲，不如我哋即刻請今日嘅主角阿嬌鍾欣桐上場同我哋傾下偈先，有請阿嬌。你好 ，EP 又推出啦，心情如何先啦？咁當然好興奮啦，同埋今次隻碟係同以前嘅好唔一樣，係比較新我啲嘅，因為以前嘅專輯係比較華麗啊，同埋特登有一個。即係揾人倒衫啊，同埋濃妝啊，咁今次就希望想俾大家睇到真實啲嘅我。Hello， 嬌嬌。我數一二三之後啦，祝我哋咧阿嬌嘅新碟 Move On 大賣啦噃！一二三 ，Cheers！